之前呢、啊、有落法问题的时候啊，我很难交到女朋友，基本上是交不到女朋友、啊、所以我都会找一些条件不是那么好的女生尝试看能不能交往看看。每次发生口角，那个女生都会骂我秃头这一类的，那落法对我自信心产生很大的打击。之前在工作上遇到的困难障碍就已经让我很想自杀了，那这阵子又遇到一位真的让我很心仪的女孩子了，我不希望我的秃头会在这一段感情造成任何障碍，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就自杀了。自杀了以后让我重拾信心，让我更有勇气全心全力去追求自己真正喜欢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她也就是我现在的未婚妻。再来就是工作方面，跟客人讨论的时候讲话也比较顺，客人感觉也会比较良好，所以我非常感谢 My Hair 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改变。涂药和吃药的确是可以减缓落发这方面的症状，但是假如想要快速又直接明显改善外形，我还是会建议植发找自己信任的专业植发团队咨询，再决定说植发这是不是。那我当然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一样植发以后在生活上得到很大的改善。